法国人抵制同志婚姻。法国人对美国人的看法是这样。美国人对法国人的看法是这样。但他们真有那么不同吗？在上周日的一场示威游行，30万名法国佬霸占香榭丽舍大道，要抗议一条将同志婚姻合法化的法律，他们可就不优秀了。这真的是朱尔和吉姆的故乡吗？还是茶党入侵法国了？如果说美国通过同志婚姻法，但法国却背个他，接下来其他事情会不会也乱了套？法国人会转性喜爱开大车吗？美国人会变苗条吗？好吧，这有点太强求。你对法国人有什么想法呢？留言告诉我们吧。